来到丁小雨的频道，跟着小雨去旅行。通关完成，这是我的午餐，蓝莓杯狗，60块，星巴克买的。它已经在航厦里面了，因为呢，下午才订机票，在24小时以内，虽然有备注的要那个素食的餐点，但是刚刚在寄放行李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办法，他们说至少要1天以前预定，才可以提供这样的餐点。所以等一下5个多小时，肚子很饿。很久没有出国，之前来桃园国际机场是拍室内景物，也没有飞成功。我要飞7天巴厘岛行程，出发。第一次坐的飞机，准备登机。上次来巴厘岛好像是2014年吧，很久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有分享过简短的蜜月行程。第一次是出差哦。Apabila anda memerlukan bantuan. 好久没出国，我终于是这种自由海，台湾海峡，台湾的疫情是我这么年的第一次，台湾的旅游，地上的忙碌主人把他们的菜给我们，我觉得好感动。很多很多的岛屿，巴厘岛只是其中的一个岛，而且巴厘岛旁边还有色小岛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来的地方。落地签刷卡一个人35美金，如果是换算印尼盾的话是50万，记得是不找零哦，不找零，所以大家可以先把它换算面额比较小的美金，这样子就比较方便。我们总算拿好行李了，现在时间已经4点半，刚刚就简单问一下问题就可以进来了。那我们发现到大家都没戴口罩，我们戴口罩很奇怪，所以我现在把口罩拿下来，觉得空气很清新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跟我们的导游碰面，出发。现在要扫这个，扫完才可以出去哦。它的 WiFi 有写在下面。现在在写入境卡 ，ED 卡是电子的，线上填写，但。我们还不知道今天晚上住哪。出境了哎，这么突然哎，我们哎哇，你看这些，我们不是韩国人哎，我们看起来像韩国人。欧尼，好热情哦！我来去寻找一下有没有人迎接我们。哇，这里就是有一些什么租借啊、车子啊什么的。好海岛哦，他们要穿金拖啊凉鞋，好漂亮哦！看一下，哇，
家哎，热带的风情，零食，继续走。因为我发现我东西太多，很难拍。好久没来，我早就忘记这里长怎样了。你看外面超多人拿手举牌的，这里整排，哦，好漂亮哦。这边都是接机的，啊，总算到了，好开心哦。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。是我们中文导游，这是我们的车子，一个司机，一个中文导游。哦，好舒适哦，哦，蛮舒服的哎。这边有水，你们可以喝的。啊，好想喝水哦。它是左驾。哇，这是巴厘岛的街景，白马地标哦。马上就进来，闻到榴莲味。饭店的话是用那个 WiFi 的，网络的很好。一个人11G，他会帮我们装。这个是旧的，大概是10万、5万、2万、1万、10000、2000、这个新的，一万、10万、5万、2万、1万、5000，不会找我们，或者给你一个糖果也没关系。导游有点用心哎。哦，这个是巴厘岛印度教的贡品，所以经过的时候不要去踩它。知道，因为它是拜好兄弟过路人。哦，好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导游的介绍。我们现在要来换钱了，我们在台湾换美金，来这里换印尼盾。导游带我们来按摩，哇，好期待耶！进来的感觉好舒服哦，很香，芳香精油的味道，柔中柔的那一种情感，很美。就自己想要强调或是喜欢的，对对，这里是精油去角质，喜欢中等的、强的还是温柔的？啊，然后我选了他们的鸡蛋花中等，那我就加强背跟小腿。我的按摩师，按摩的地方也太美了吧！滴了精油，花瓣的足浴，他讲中文，他还帮我按摩哎，好棒哦！现在要进行的这个按摩是两个小时哦，一下飞机的第一个巴厘岛行程，可以。有种补过情人节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刚刚按了一阵子哈，正面反面都有按，现在是花瓣浴啊。重点是他们在旁边看着我们，好害羞。我现在裸体。哇，这里也有茶点哎，有一些沐浴乳啊、洗发乳。我现在要跟我朋友这样子一起泡汤，好险没拍到我们彼此裸体的样子。好的，好的。补过情人节。好啊，爱心姜茶哦。按完摩了，刚刚是两个小时按摩，现在已经8:30了。我们觉得这行程还不错，我们现在要准备离开去酒店。Go！ 好温暖哦，晚上了哎。我觉得他的按摩还蛮有仪式感的，分享给大家。我们的饭店 Lusotic， 哇 ，Thank you！ 这柠檬草的果汁，因为印尼这里是小费文化，我们不管是拿行李或是按摩完，都有
需要给小费的部分，但是还好导游都有跟我们说多少钱是合理的。像刚刚我们按摩完给按摩师是20万，不好意思，是20000，不是20万。所以要这么大方的话，麻烦汇到我下面的账户。等一下行李的话是多少？两个人10000，反正就是一间房间10000块。你看，有一个专业的伴侣很重要。很香，跟刚那个蛮像的，好好喝哦。我们的钥匙，这是大厅内开放式的空间，钥匙在我这，然后他们走得很快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超好笑。哎、欸，我们住这，这是泳池哎，哇，晚上可以来游泳哎。这是我们住的房间，他们这里有电视、沙发，第一间房，房间的空间，它浴室好大哦。有一个浴缸，那毛巾还蛮缤纷的。接下来这个是淋浴的地方也蛮大的，这只是其中一间房间的空间。第二间房，第三间房。可以煮东西，冰箱、饮水机，这里有一些可以喝的东西。空间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间房，这里有一间房，这里有一间房，总有三间规格一样的房间。家庭房可以住6个人哦，那我们就住这里咯，这一间，呼呼。衣柜这里有一个保险箱，这里有吹风机、照明灯跟洗衣袋。这是房间的室内拖鞋，室内拖鞋是这样的。印尼的插头是2孔的插头哦，记得要220V 的电器才可以使用。我们两个一起睡，好像不错哦。我们很饿，因为现在很晚了。我们外面就是一个泳池，哇，可以夜泳哦，还可以躺在这里很 chill 看星空。这里有躺椅，泳池。哇，你在这里好美哦。嗯，哎，还饭店的走廊哦，现在时间9点，因为不好意思赶去。哇，我现在走到底哦，现在有个公共的泳池，好美哦，像阳明山屋里上的那种夜景。哇，不可思议，为什么我要跟你在这边吃啊？我可不可以跟小鲜肉来？我也是啊，鲜什么鲜啊？没有没有鲜。在泳池河畔旁，享受我们的第一碗巴黎晚餐。真的有烛光晚餐呢！哇，这好可爱哦！这画面好荒谬哦！好啦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姐妹淘也可以享受这种好适合情侣来哦，这个蜜月行程的。这个角度好好看哦！现在上菜了，这里这里，我们在这里用餐，2个人，我们就独占了这个泳池别墅哎。他们为我们定制的素食餐，一般巴厘岛要吃素是真的比较少啦。我们有特别请他们特制，仪式感很重要，好适合情人。谢谢。你刚刚讲中文吗？Thank you。像那种罗勒。很浓很浓的浓汤，我们刚刚喝的都觉得还不错，好咸，超好喝哦。可能是很巴厘岛式的风味，因为巴厘岛式他们的是比较重口味。好美哦，好美哦，谢谢哦。然后他帮我们拍照哎，我好拍手，我比了2个耶，不好意思，很观光，我刚刚那样子。精心特调的果汁哎，好有气氛哦。哎，它是有渐层的哎，下面是酒红色的。那我们两个一直拍，一直不吃，目的要让网友可以看到真实的样貌。这是意大利面呢，这也是素食的哦，我觉得很漂亮哎。渐层的甜点，上面草莓，应该是芒果泥啦，下面还有一层，舍不得吃。耶，吃完了，很浪漫哦。啊，我们回去洗澡了，好累哦。第一天的尾声，很安静呢。刚刚就有看到另一组客人。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哦，淋浴的地方上面居然是天空，太特别了吧！我现在洗完澡躺在床上了，好累哦，一整天行程。希望今天有一个好梦。巴厘岛的第一晚，这次行程是7天6夜，第一天，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晚安。